天降临，我们都希望财神到家里来。这里面我们省下来钱，其实最主要是用在老人供餐、老人送餐，还有我们整个居服员啊，他的整个薪资的这个改善。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服务方案哈，其实最重要的事实上是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措施，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啊，他能够快快乐乐，不要就是说等到最后，就是说真的已经失能失智，那么再介入这样就太晚。所以我们这个钱是完全是用在这个刀口上面。